各位乡亲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县政新闻。为了庆祝一年一度的祖父母节，南投县家庭教育中心推出感恩传承为主轴的祖孙共厨为爱料理的活动，特别邀请到县长林明珍拍摄代言宣传，与小朋友一起炒菜做料理。林县长也提醒乡亲，平时就要多问候并陪伴家中的长者，孙子们要多和阿公阿嬷相处，报名参加共厨活动，还有好礼三重送。仔细分配各项食材的清洁工作，县长林明珍在家庭教育中心的安排下，特别下厨亲手烹煮料理。林县长表示，每年八月的第四个星期日是祖父母节，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希望大家能够珍惜与老人家相处的时光，有空能够多回家看看老人家，一起吃个饭聊聊天。咱每一年吼，八月第四礼拜就是阿公阿嬷的一个节日吼，啊，咱做孙仔吼，啊，都爱记哩吼，啊，阿公阿嬷啊，第四八月第四礼拜，啊，决定爱当去甲阿公看看，啊，甲阿公阿嬷请安一下，啊，甲阿公阿嬷食一下饭嘞，啊，看阿公阿嬷爱食啥吼，啊，咱都吼啊，比着较好的来孝敬啊阿公阿嬷，因为阿公阿嬷真济岁啊吼。啊，咱做孙仔的人，都爱尽一个孝道吼。啊，甲阿公阿嬷啊，身体照顾好，啊，让阿公阿嬷会当食饱去。南投县家庭教育中心主任黄香玲表示，今年祖父母节活动因为疫情的关系，采分流、分组、分地，在各自家中进行，结合食农教育，全家一起准备食材，一起下厨做料理，展现祖孙间的温馨互动，共学乐趣。自八月十号开始到十七号受理报名，欢迎大家展现厨艺欢庆祖父母节。相关报名资讯，请至南投县家庭教育中心官方网站以及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记者陈盈智，南投市采访报道。